同学们，你们知不知道天然的净水器在哪里呀？水龙头的自来水从哪里来？水里还有什么你意想不到的脏东西？净水器里面又藏着什么秘密，能够把污水变干净呢？当慈悲遇上科技，急难救助净水艇将远渡灾区救灾民。从生活中取材，净水器也能创意 DIY。锁定这集《生活的科学》，带你一起认识净化万物的净水器。